觉得就是还蛮浪漫的在里面。然后比如说你坐在那边啊，或者说你走在不同地方啊，它会有不同的投影。然后我喜欢那个就是像水波纹的那个东西的，就是那个蓝色那个我比较喜欢。花的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多了之后会导致眼睛有点不舒服，但是那个花纹的那个蓝色的那条线就是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后面的